大家好，我是瓦塔鲁比。今天要来实况这款 Run 键盘四大运。那身为台湾人啊，那这是四大运办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啊，那当然就是要来挺一下啦。好，那这是刚刚朋友传给我的一款非常小的小游戏哦，那算是这个官方主办单位所制作的吧。然后全名叫做 Run 键盘四大运，然后它有一个副标，跟着猫猫一起奔向灿烂的明天吧，这是我们回家比赛。好，这个非常火热的游戏哦，应该是刚刚才大家在分享的一款游戏哦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挑战这一款 Run 键盘四大运。OK， 开始。那因为我刚才设定好了，所以基本上我已经跑过一次了。我的封号是拥有光速腿的人。那这一次，我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玩这一款游戏哦。那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人正在跳舞当中啊？这个音乐非常的轻，非常的有趣啊。就是然后我的这个人也随着音乐在舞动中，那手上拿着一张悠游卡。好，那我们这款游戏基本上你要玩之前，你要先登录 FB， 然后做一个基本的设定，选择你的头发啦、眉毛啦、眼睛啦、鼻子啊，然后肤色啊都可以选。然后你看我的牌子叫做瓦塔鲁比哦，那我是刚刚才命名的、哦。那因为刚才玩过一遍，觉得、还不错，想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开始选择 Run 这个直接跑这款游戏哦。这个是一个跑操场的游戏啊，基本上就是用跑操场来一起挺四大运。好，我们来 Run 这款游戏。那它可以分成键盘跟滑鼠来游玩。那我们等一下选择用键盘来玩。OK， 那它有三个模式，一个是200公尺、400公尺跟1600公尺。我们选择200公尺先跑一次。3、2、1，好，赶快跑。好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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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，旁边会有那个网红台湾霸。就是 YouTuber 囧星人。哇，很快哦，拥有光速腿的人。好，那其实就是左右的按你的键盘啊。好，接下来选400公尺。3、2、1 run。好，看到我键盘很吵哦。好，87，哇，呱唧吃大便。OK， 好，凌晨飞天啦，我还升天呢。好，快，这什么东西？好，不管那业配吧。台湾霸 ，OK， 好，400公尺也是光速腿的人哦。我们再选择下一个模式，那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怎么玩，可以跑得更快。哦，哇，跑，那基本上你用滑鼠也可以玩啊，滑鼠连点的话其实也蛮快的。那用键盘玩有一个特别的秘技，哇，囧星人，我觉得可以，跑。等一下要吃什么干你屁事啊 ？OK， 好，跑，图文不符。有没有看到它最高数值只有到87？果然显示这一款是非常北七的游戏。好，快，最高数就是87啊，那个不能再快了。我刚才还试过连点程式去点那个下面那个 run。好，其实用滑鼠玩也蛮轻松的，那用键盘玩的话手会比较酸一点点。那基本上秘技就是你左右按会很慢，只按左右的话，你要加上这空白键。如果加上空白键的话，你的速度就会冲到87 km/h 这么高哦。好，继续。那1600公尺，哇，87 km/h， 不是87 km/h，也不是87分。OK， 啊，总之这87是特别设计的。好，我们跑完1600公尺的竞赛了，我好累，我都流汗了。OK， 那这款游戏就分享给大家啦。好，今天的实况到此为止，短短的一个小小的实况而已。OK， 拜拜各位，拜拜。